来，咱们上一节课呢，看了这个其他的一些接口方法，下边还有一些呢，就比较容易了。比如说这些事务处理，这些跟表级一般没关系，见空的是不是就可以了，对吧？主要是开启事务、提交、回滚。我给你看一下这个源代码吧，你一看就很容易获取到了。你看，比如 PHP 里边、Base 里边、DB 里边，在这里边呢，预留的是什么？最下边是不是这些接口啊？就是那个抽象方法呀，对不对？要求让你子类实现，所以你可以在 MySQL 里边或者 PDO 里边可以看到这些，其实就是调用 PDO 和 MySQL 里边内部的东西去实现的。你看代码都很简单，开启事务，首先建立一个连接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因为它跟表明那是没关系的，对不对？主要是开启事务，然后这条语句干嘛？是把自动提交关掉啊？就是先连接，然后把自动提交关掉，然后怎么的开启事务，对不对？然后如果成功的话，你一定要这方法怎么的，是不是提交了？提交完之后怎么办？对，然后这个什么回滚，回滚之后再怎么办？是不是再开启啊？事务处理，因为咱们在MySQL里边还有 PDO 里边咱们都做了一次实验，对不对？忘了再回顾一下，开启事务、事务提交、回滚这三个，你在框架里边用的也是跟原来的差不多的，只不过得提供这功能，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执行到原来的那些代码，对不对？因为它 PDO 里边其他方法是不让你调用的，都得在框架里边封装好了，是不是？MySQL里边是一样的，都是调用。下边这两个我用过了吧？一个获取尺寸，一个获取什么？获取版本，对不对？获取尺寸这个就是通过什么？你看到这个，能看到什么？然后通过库名，通过显示表的所有状态，就能看到每一个表里边什么，比如说什么库里边，你得看是你自己库的大小，对不对？这库里边 like 所有前缀的表，因为看你所有前缀代表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你这个项目用到的东西啊？你项目这个前缀有三张表，是不是从这库里边就把这三张表拿出来看大小啊？对不对？那么看到这个，看到状态，状态里边就有一个什么东西啊？数据的长度和这个长度，把它一相加就是什么东西了？是不是就是表的大小啊？对吧？然后用系统函数这个把它转成多少 K 或者多少 B， 是不是这样？或者多少 G， 是不是就可以了？就是你库里边以这个表前缀的所有东西都拿到，你现在一显示这个状态，你就可以看到什么？看到你的这个长度和这个长度一加就可以了，一个累加的过程，就是整个库你用到的表大小。好，这就是咱们这里边的一些方法。好，哪个方法需要再详细的说一下吗？不用了，到时候咱们在做项目的时候把它应用好，好吧？就可以了，基本上你做一个项目就会对 GrowPHP 非常熟悉了啊。然后咱们看一下接口完事了，那下一步应该谁啊？对，视图。但是视图这块咱们今天应该完成不了了吧，那咱就一点点看。先看一下切换风格，咱们在不看之前，咱们先看一下这个视图咱们怎么建立，这点咱们现在已经清楚视图在哪个目录下写了吧。比如说home 下边，这个下边咱先别管这个目录，你先别管这个目录啊，这里边跟控制器相同的，你看那 display 显示的时候，比如说先找控制器过了啊，这是刚才在保存的，这是咱们的主控制器吧，
在控制器里边，只要你写一个什么，写一个 display， 这次里边 display 是不是自动继承过来的？它会直接找哪个视图啊？看好了，看到这个控制器是什么名号了吧？是不是 index 的？然后这个操作是不是也 index 的？所以记住建好目录结构啊，先在什么地方？在视图目录下，这个目录的子目录下，你建一个什么？先建控制器名 index， 全小写就可以，清楚吗？这样的话，你有十个控制器，是不是这块有十个目录啊？对吧？那找哪个控制器的视图是不是很方便？你要全写在一起，是不是就不方便了？对不对？然后这里边跟什么名称是一致的？对，操作名是一致的。那这后缀名叫什么？哪儿决定？配置文件里面是不是有啊？对不对？然后你这里边一行，比如说我写一行 i， 可以吧？你看咱们现在能不能访问到这一行 i？ 刷新一下，是不是有了？那有的时候下边有一个提示错误，什么意思呢？我这里边会把所有的错误都给你补过到，有一些是没有必要的，像运行时警告、提醒这些东西你都不用管，清楚吗？是没有必要的。但这个警告，它是先删除这个文件。你在第一次访问的时候，它刚生成，对不对？这 smart 里边它没判断，它最好先判断一下，如果存在就删除，不存在不删除，对不对？它是上来就删除。但是你访问一次，是不是这有个临时文件组合文件就生成了，对吧？你再刷新一下，是不是那条再删就没问题了，对吧？所以这块是怎么找模板，再把这个，这块是一个重点啊。看一下，上面是那些色块语句，第二部分视图。看一下，第一点，在控制器中找什么？是不是找模板呢？好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在控制器中找模板，你注意了。这个 display 的方法，这次里边的 display 方法，如果在咱们 smart 原来的方式下，你是怎么写的？是不是什么目录下的什么模板？是不是得写啊？这个我在继承 smart 的时候把这方法给重写了，听懂吗？你在什么也不传的情况下找谁啊？找 VIEWS 这个目录下，对不对？默认是不是有 default 啊？有 default， 你现在还不明白 default 什么意思，对吧？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先别管它，一会儿咱们再看。找底副下边的什么东西啊？对，跟这个控制器名，对，控制器名就是控制器类名相同目录下和什么操作相同的名，那么后缀谁来决定？对。配置文件决定，对吧？这是这个方法。那如果我找的我不是这个呢？我能不能换呢？你看一下，在咱们刚才这个 home 下边的视图下边，刚才是在哪儿啊？是不是在这个下边？你看我这块有一个这个模板 mod.ttl， 是不是这个模板呢？这里边我写上一行 W， 刚才是一行 I 吧？那怎么能换到这个模板上啊？只要我这会儿直接加谁啊？你直接加名，那就找本控制器下边的你对应名称的那个模板，听懂吗？他找模板集跟这什么控制器没关系吧？那现在我再刷新会找到谁啊？是不是这样的？一行 W， 那我能不能找到别的控制器下的模板呢？假如说我这块不在这个目录下，对不对？我这块有一个用户的目录，是不是用户控制器对应的？对不对？用户控制器下边，假如说有一个 ADD 的模板，是不是这样？我这块里边写上一行，一行 U， 那我这可以怎么写啊？对，这块先写控制器下边的什么 model？ 对 ，ADD，
忘了这个 ADD， 你看一下能不能找到，是不是都有啊？所以这块找模板的话，知道这个 display 这个方法什么意思了吧？你看参数，参数如果使用什么一个，如果上面是没参数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使用一个不带有什么呢？这个斜线的，就是找同控制下的什么参数对应的什么模板文件，是不是这样的？那如果这块，如果参数中有什么有这个斜线，则找斜杠前面目录，它现在跟控制器没关系，对不对？目录下的什么斜线后面的模板文件，听懂吗？这里边要么不写参数，要么写一个参数，一个参数还分带不带斜线，是不是？就可以找到你任意想找的模板。这个重写了，我还重写谁了？你能猜到的？什么意思？对，这俩是不是一样的参数啊？这块要哪个模板的第二参数缓存的，这里边是不是得判断哪个模板的缓存啊？它俩参数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同时改写了这两个，明白？用法是一致的，只不过这个判断有没有缓存，对不对？那你加这个就可以了。这是找模板。那咱说了，什么叫切换模板呢？就是这个例子，你看一下啊。现在看到是不是这个模板风格，对吧？我现在登录一下，我现在在基本设置里边，你看一下，我改一下时代经典，咱就随便改一下的啊，是不是改修改成功了？我在这首页是换模板了，对吧？这叫切换模板风格。那怎么换模板？看到了吗？在配置文件里边，我现在这使的是不是模板风格是 default 的？找视图下边 default 这个目录下的所有模板，是不是啊？假如说现在我有个 home 一，假如说 home 一主页一，对不对？或者主页二，现在，但是我这个得怎么的？删先缓存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再刷新一下，刚才这个。当然了，就找不到视图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什么？因为咱那里边没写，对不对？这回你再看一下 home 里边的这个目录下，多没多一个目录？有没有 home 一 ？home 一里边是不是建了这些东西？我现在再写谁啊？比如说再建一个 index， 对不对？里边再写上 index.tpl。一行 O， 刚才是一行 I 吧，这个对不对？那我在控制器里边，这里边我什么也不写，是不是找这个？那你现在给看好了，现在直接找的谁啊？是不是一行 O？ 我现在开始配置文件改风格，现在假如这就是首页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两套模板呢？写两次，对不对？在数据一致的情况下，模板界面是不是就可以写多个呀？那只是两个，你放二十个模板是不是都行啊？只要在这切换就可以。这比如说变成谁啊 ？default default 缺省的，是变成 i 了。再换成谁啊 ？home 一，是不是就过来了？那换模板现在是不是就变得很容易了？只要怎么做？你看一下，是不是知道这个 default 什么意思了？不是多余的一层目录吧？如果直接把刚才那个建到视图下，没有这层目录，那你就切不了模板，是不是这意思？现在你多建一个目录，就可以多一套模板，因为在 PHP 连接数据程序都不变的情况下，界面写多套，对不对？
一般的成员，比如说两个美工三个成员的话，成员把成员写完，有可能美工做出五套模板来了，是不是？都可以互相切换嘛。因为在写这里边计算的时候，只要知道数据那个变量就行，不用管 PHP 程序怎么写的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但是大家发没发现现在框架这样的有一个问题？发没发现在哪？啊？对，在这儿呢。你看啊，现在配置文件你这会儿改了，现在咱配置文件跟别的框架不一样，好多框架配置文件是一个应用一个配置文件，对吧？但是他们解决有继承关系啊。那一个应用一个配置文件，就像假如说咱们要没有继承关系的话，是不是像连接数据库的话，每个应用都得改一遍呢？而咱们框架是不是所有应用共用一个配置文件？这点能确定吗？那既然共用一个配置文件，像这个改模板风格，如果你放在这儿就不合适。我这一改了，是不是前后台所有控制器都改了？我原来做的方式是继承的关系，就是你没有这套模板都继承 default 的，对吧？后来但是有一个地方它实现不了，就是 smart 模板默认里边不有 include 包含的什么文件吗？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因为咱们用的是 smart， 那代内部代码咱就没法改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如果自己写模板的话，你怎么控制都行。你玩第二套模板、第三套模板，你改哪怕复制一套模板之后，你哪怕改一个文件，其他没有写的全部从原来的继承过来，对吧？咱要自己写的是可以实现，但现在没实现这个，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？不要把它放在这儿，放到哪去？配置文件。假如说你这里边有前后不一样的配置，记住一点，就写到主入口文件。主入口文件是不是一个文件就一个？我现在放在这儿，配置文件是不是就没有了？对吧？那每一个主入口文件，一个应用一个主入口文件，那么就一个应用就一种配置了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吧？有不清楚为什么要把这个粘到这儿的吗？是不是都清楚了？因为前后台公用一个配置，你改风格前后台全改了，对吧？就像咱们这个，这个当然我还没写到这个模板呢，就咱这个，这还没写到模板呢。你看，这也是咱用框架做的，但是你看一下，这咱们新做的用不是 PHP 做的啊。你看一下这里边有个特点，就是把这个问题给放到哪去解决了？嗯，三 W 在这儿 ，NCMS。你看一下，这个是咱们这个配置文件吧？你看里边有那个模板风格吗？是没有啊？而在哪儿有啊？你看一下，这个下边的最上边有没有一个模板风格？有吧？那这个呢 ？admin 呢？是不是也有一个模板风格？对不对？这样的话，我改变，你看我给你改变一下，在哪改呢 ？admin 登录 ，admin 登录 ，p a e n 四，对不对？好，系统设置，现在是确认风格，改成时代经典，你看一下，是不是改过来了？你看一下，谁被改变了？这两个里边的？不是 admin， 我应该改是改后台风格吗？对，改前台风格。你看 admin 上面数没变，还是 default 的，而前台是不是变 CIL 了？对吧？这样的话，它风格只要一改，是不是整个全切换过去了？前台风格全部过去了，对不对？其他东西是没变的，该公用的公用，对吧？所以记住这一个特点啊。这就是咱们模板切换，只要是写这块，那下边这块我注意让你写了什么？如果项目中两个或多个应用又使用相同的一个配置文件，那如果分为前台和后台两个应用，配置文件它改变，则前后台都对应的模板改变了，对不对？下边写的方法就告诉你了，在每个入口文件最上边即可，对吧？看到刚才那例子，是不是就解决这问题了？这是模板的生命规则，刚才那也说了，在模板里边有什么东西啊？在咱这里边 ，home 下边，这下边是不是还有这两个目录呢？不是 default 下边了，是不是这两个目录咱没看到啊？那咱看一下这两个目录 ，public 是放什么的？对，公用的，比如说公用的什么东西啊？头 ，dr.tpl， 然后对头角，还有什么 fo？ tr.tpl
是不是这样的？然后在这里边有，那在其他地方是不是都可以包含呢？假如这个文件中包含，我该怎么做？该怎么去包含？对，这都是 smart 的原有的语法，咱是没变的，对不对？ include 这里边默认我这个风格全部改成这个了，没有让你改的机会，你用这框架你就用它，清楚吗？符号，咱说这个比较好吧。如果你真的想改的话，就得改框架源代码去了，听懂吧？告诉你在哪改。如果你不习惯，因为有不习惯用这个代码的，对不对？那怎么改啊？你看这里边，咱们说有个 mytpl 是不是继承啊？它继承谁了？是不是继承 smart？ 咱们是不是在这里初始化的？看到了吗？你是不是这一改就行了？下边继承 smart， 我是不是把 smart 这两方法重写了 ？display 方法和什么？这个方法是不是在这重写的吗？看刚才 include 这里边一样 file， 但是你一定它只指定到哪儿了？这得按哪个目录栏？对，直接 public， 对吧？如果当前目录，就算包含当前目录下，你得比如当前是 index 的，你也得 index 的什么？比如说 add.tpl， 清楚吗？那更别忘说 public 下边的什么？header.tpl， 这样直接就能把这文件怎么办？是包含进来，都得写个目录啊。这是生命的模板规则，这是这个。那这里边咱们刚才看见了一个什么东西啊？是包含，这里边是不是有个这个呀？这是什么？你记不记得咱们前面成功也好，提示也好，跳转页面是不是有一个提示界面啊？那就是这个。对，公用的吧，整个应用有一个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界面你觉得不满意，完全可以重写了，是不是？一共就这么多代码，上面样式不满意，你改个外观样式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加个小人图片呢之类的，你想做成什么样都行。但是这里边几个变量，分配的变量你得保留，都有什么呀？成功和失败，这个就是真假值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，真的话是不是就代表成功啊？假就代表失败，对不对？然后跳转的位置是一个变量吧？你得知道加写，然后超出的时间你得知道，是不是这样？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提示的消息，提示消息在哪呢？这呢，一共几个变量？提示消息一个变量，成功失败状态一个变量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超出时间一个变量，跳转位置一个变量，有这几个变量你知道，那你这个页面想怎么摆怎么摆，对不对？明白这意思？但是你如果你觉得这个界面好看的话，你可以怎么的？可以不动嘛。但是我这里边其他没做什么呢？我这块没有用，看好了，成功失败我没有用图片，这两个呢有可能说不太好看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把这个 OK 换成一个什么很漂亮的一个图片，对不对？错误那个呢，这换成一个对号，对吧？然后这换成一个叉号。我原来这块成功是写的对号，但那对号你怎么用样式调它怎么难看，所以按这一写个 OK 吧，对吧？但是你又用图片的话是不是就很漂亮了？为什么这里没有图片？应用图片的话，框架里边得自带，每个应用里边都建一个这图片，是不是？会稍稍麻烦点，所以就用文本的会方便一些。好，咱们今天呢就讲这么多内容，后边那个模板还有几个常用的变量，这是重点，咱们拿到明天去，好吧？那咱总结一下，看一下今天咱们都讲了哪些东西啊？创建对象接口是复习昨天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地，然后呢，使用接口一共是不是有哪些啊？这会儿咱总结一下，这是 slide 中最常用的，有 insert 吧，然后还有什么 update， 还有什么 delete， 还有什么 find， 还有什么这个，还有什么 query， 还有什么 r 下划线 serv 系列 slide， 对不对？还有什么R 下划线 delete， 对不对？还有像 DB size 这些东西，还有什么版本 DB VRSLN 这些东西，你可以看一下。还有什么开启事务、关闭事务，对不对？那几个没有事。这就是咱们这些接口，今天重点就是这些接口的用，对不对？大家先把它用熟，然后后期你们想知道，因为前面咱们写起来确实有点为难大家了，对不对？对吧？
咱们先把它用熟，以后咱们项目做完之后，咱们再回过来，有可能咱让大家再一起咱们去写一次这个，有可能就知道了。先从应用入手，清楚吗？不然你不知道需求，就不知道下一步它是怎么实现的。这些没别的，他们就在玩什么字符串和数组。你没觉得里边就在玩字符串和数组吗？为了目的就是组合成四个一个吗？对不对？然后咱们这个视图这两部分，对吧？然后咱们今天呢作业，等一下把这些关掉啊。咱们作业看一下，没有别的目的，作业你就去布局一个首页，首页上的东西不用太多，主要是你能把这些都用上就可以，好吧？关联数组，如果太难的话，你假如说只布局出来里边的菜单、栏目、数据库表，你记住一个特点，你不用说，为了做这个作业，我再写个后台进菜表，那项目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怎么的？数据表你随便临时加数据是不是就可以了？连练习一下数据表的什么创建，对不对？我可以把这个例子可以怎么的，但是没做完，可以先考给你，你可以参考一下，行不行？这例子传给你。这个呢，好多工作没做啊，因为用户管理这块还没做呢，因为没有时间做，我会慢慢把它完善的。等大家做项目的时候，应该就能完成。在首页的时候，首页的地方呢，什么地方没做呢？我已经把什么切换了？我数据库也会给你啊，你怕什么？然后首页的话，你用什么呀？这块啊，参考一下，这就咱们用框架做的吗？再回去啊，首页布局的话，你可以尽量去获取一下，哪怕这里边做一个功能也可以，清楚这点吗？或者是另外一个作业，就是做咱们前面我记着留过这个三级页面，对不对？你把三级页面，那你建表就容易了，只需要假如说就还是做这一部分的话，你只需要就用这个框架去做啊。那模板刚才咱们已经说了吧，是不是怎么建呢？你建一个控制器，然后建一个模板，然后把数据分配过来，你把文章摆出来，相关文章取出来，上一页下一页取出来就可以了。还是做这个吧，这个是不是稍微容易一些啊？那先说一下这个作业该怎么做。首先你需要怎么的，你看啊，作业先建一个前台控制器，数据就可以怎么的，控制器可以第三级页面控制器文章点 class.php， 对不对？这里边需要建一个什么东西啊？建一个操作方法，假如说默认叫做这个类里边有 index 的方法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在这方法里边分配几个数据，一个是文章内容，是不是这样分配过去？你得把文章是不是一个一个摆出来啊，对吧？数据库建一个就行了。然后还有什么文章内容，这里边还有是相关文章，还有对推荐文章，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上一篇，科研篇和下一篇，对吧？现在只要把这些内容在这控制器里从数据库取到，往前台一扔，哪怕你不建表，你把这些形成得建表啊，不建表怎么练刚才那些东西，对不对？得建表，然后把这些东西扔到前台去，前台你需要在哪建呢？在 VIEWS 下边的 DEFLT default 下边目录下建一个什么目录啊？ ARTA， 看一下这控制器叫什么名，对不对？这控制器如果叫 ARTICLE， 那是不是得建个这目录啊？这目录下 index.tpl， 对不对？这就去摆页面，这里边需要把便利谁啊？需要便利这个文章，相关文章，对不对？都需要便利，对不对？只要分配过它一便利一摆，这个作业是不是就可以了？
用到模板了，用到这些东西了吧？嗯。